李书福，吉利集团董事长。52岁的他有着复杂的创业经历，从早期开照相馆，到生产电冰箱、铝镁板，再到后来的摩托车，这些都是当年中国最热门的行业。20世纪90年代，李书福在一片质疑声中砸锅卖铁开始生产汽车，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吉利集团。在经过了四个轮子加一个沙发的廉价车模式之后，到2015年，包括沃尔沃和吉利汽车两大品牌的吉利集团年销量达到100万辆，其中吉利汽车在国内车市走下坡路的背景之下，年销量达到51万辆，同比增长22%。而如何提升研发水平，增强品牌竞争力，跻身汽车市场中高端俱乐部，成为李书福及吉利集团当下所面临的新课题。李书福在接受财讯时间的专访时，谈及了他本人对汽车行业未来的见解，以及对吉利集团的新规划。这些年技术发展的那么快，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在您当初就是决定投身汽车制造这一行业的时候，肯定很难预见到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发展。那你讲的我确实是对的，我们当初十几年前的话呢，真不知道今天的汽车工业的一个现状，当然今天也很难预计十年以后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呢，经过这十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我们是跟上来了啊，没有落后了，而且不断的自我加速，现在已经走在全球的前面了，走在这个全球汽车同行的前面了。是能具体说一下哪些方面呢？汽车的话呢，一个是轻量化，一个是智能化啊，一个的话呢，现在要这个自动啊，就是自动驾驶啊，这个自动化。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由于我们有大量的投入，所以在轻量化技术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啊。比方说都是铝合金的抽身啊，碳纤维的这种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啊，以及在高强度钢板应用方面取得这个突破啊，就这些就是汽车怎么变得越来越轻，这样就会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啊，这个也需要大量投入的啊。第二就智能化，这智能化就是这个汽车工业的话呢，这个从全球这个发展来讲，无论是传统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啊，都必须要这个智能化。智能化它就是说汽车的内部的这个管理啊，就是动力系统啊，那个转向系统啊，制动系统还是人机互动啊等各方面都要智能化啊。同时的话呢，和道路啊这个沟通啊，这驾驶过程当中的这种沟通都要智能化、自动化，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是走在前面。还有就电动化，因为汽车工业最终啊它要走向这个没有污染的啊，所以就电动化。电动化的话呢，沃尔沃的这个方面也是走在前面的。能够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汽车研发上的投入，这过去这些年来有些什么样的变化，现在大概能占到整个投资或者资产比例的多少吗？那投入很大的。汽车是这样，我们研发投入通常是占到这个销售额的6%到8%。对，这样的一个比例啊。这个现在这大投入期间的话呢，可能还超过了6%到8%。吉利并购沃尔沃以后，这5年时间我们投了100多亿美元。可不可以理解在吉利并购沃尔沃之后，这个研发经费又是进一步的增加了？对，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需要大投入，以后的话呢也许会好一点。吉利汽车自身的投入也是很大的，我们今年就投了这个60-70个亿，明年可能要投将近100亿，所以这个研发投入是非常庞大的，因为现在都是新的技术，需要大量的研发，大量的人才的这个合作，在全球有很多的工程公司啊、设计公司啊，这个广泛的这个协同。所以汽车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复杂的啊，而且是一个竞争是很公开的啊，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这个高技术的这样一个才全球市场
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啊。2010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福特汽车旗下当时持续亏损的沃尔沃公司，而这场身份悬殊的跨国并购也引来业内不少争议和质疑。5年过去了，尽管沃尔沃在中国的销量并没有达到预期，但却为吉利的技术研发注入了强心剂。双方合作搭建的 CMA 紧凑模块化架构研发平台将于2016年年底推出首款车型。李书福以资本换技术的目标似乎已出现成效。好像吉利跟沃尔沃共同开发那个 CMA 平台啊，首款车是明年就要上市了，是吧？这款车它的功能比之前的像 XC90 啊什么，它带来哪些提升呢？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大的项目，已经搞了3年差不多了。这个我们叫基础架构模块的研发，就是吉利和沃尔沃两个汽车公司协同起来，研究一些共性的技术、基础性的模块，也就好以后两个汽车公司在这个基础之上分别的去设计和开发自己的这个汽车产品。以前呢，造汽车啊，把人家的车拿了以后，拆掉了，开开差不多，就跟他一样来造，这你始终是落后的嘛，你不可能超越人家。所以现在设计汽车的话呢，那就是要首先从理论上要突破，在理论上要超越，然后通过这种理论来开发实际的这一种基础架构模块，或者说叫零部件啊，比方说系统啊，这个系统性的开发，开发好以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去设计一个造型。吉利在这个基础架构模块上开发的产品，如果顺利的话，2017年可以这个投放市场，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2017年还投放不了。如果顺利的话，投放市场的话，会是全球同步投放呢，还是先投放某个市场？我们先在中国投放，然后会进入欧洲和美国市场。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们合作也有3年多了，就是就合作下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大家一起进行技术开发，吉利的优势是什么？沃尔沃的优势又是什么？你们又是如何进行分工的呢？沃尔沃的优势呢，当然是技术啊，尤其是在安全和车内空气质量，就这两个方面，他们是远远的超越同行。所以如何帮助吉利汽车在安全和车内空气质量技术方面怎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的话呢，他们总体的汽车研发能力汽车开发的这个技术也是在世界汽车同行是走在前面的，所以这是他沃尔沃的这个优势。吉利汽车的优势呢，首先是在成本的控制以及在这个采购这方面的能力跟沃尔沃有一定的协同效应。因为沃尔沃的话呢，它属于豪华品牌啊，就是这个就打个比喻来讲这个我很难来描述，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就简单来讲，照样一个零部件，如果吉利的采购人员去采购的话，相对来讲就有它的成本优势，就是供应商他会从内心的明白，吉利来采购同样的东西，他会给你一定的优惠。你如果说是沃尔沃去采购同样的东西，他认为你沃尔沃是一个豪华汽车品牌，你这个价格就应该要零部件价格就应该要高一点，就这是一个人的一种先天的这是一种心理，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方面。第二的话呢，就吉利在控制成本这个方面研究的比较多，那沃尔沃呢，它在控制成本这方面研究的没有吉利那么透彻，所以有一定的能力上的这个能力上的就互补性吧。其实回想当初其实一下子就5-6年时间过得很快，当时这个收购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不仅是行业新闻，甚至社会新闻都很关注。您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很坚定的要收购沃尔沃吗？那是的，我没有从来没有动摇过。为什么没有坚定？
因为这个我看得很清楚嘛，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值得要动摇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关键是金融危机，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大家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下行啊，这个判断不准。当然我也不是神仙，我判断也不准，但是我知道中国的市场在那个时候的汽车还是有相当潜力的，因为沃尔沃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当初是不允许它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因为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就规定了，福特一个集团下的这个汽车公司在中国就不能建超过两个合资企业，所以沃尔沃它在中国没有打开市场，是其他的汽车品牌在中国打开了市场，沃尔沃它只是在欧洲、在美国，它几乎没有进入中国。吉利并购它之前的话，在中国才卖几千台，一年，这跟没有销售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机会，那么这种机会是我就可以帮助沃尔沃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的。那现在回头来看，有没有达到您当时收购它的时候构想的一个蓝图，或者说未来还有怎样的一些潜力可以发掘？沃尔沃在全球的发展的目标呢，基本上是达到了尤其是在欧洲、在美国，它现在复苏的这个速度很快销量提高、效益提升都非常好。但是在中国呢，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目标，这个和它进入中国市场啊，就是迟是有关系的。那你们接下来沃尔沃准备在国内是不是会加大一点它的本土化生产的那些能力、产能？现在我们都在规划朝前推进，要更加本土化、更加全球化，所以我们要研究的就是全球型本土化，全球型本土化六个字嘛，那么在中国的话呢，如何更好的本土化？但是它属于全球总部来进行管控，本土化水平越高，那说明你全球化的能力也就越强。所以沃尔沃在中国如何更好的本土化、更好的接地气，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2015年11月，吉利发布名为“蓝色吉利行动”的新能源战略，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占到吉利整体销量的90%以上，其中插电式混动与油电混动汽车销量占比达到65%，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达到35%。而在4个月之前，吉利和贵阳市政府达成一致，将会在贵阳投资建设清洁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重点研发甲醇燃料汽车。李树福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吉利将会大展拳脚。上个月月底你们发布了那个蓝色吉利行动嘛，那个规划，然后说2020年要达到100万辆新能源车的一个生产，你们将如何去实施这么一个计划呢？我看你们的新能源战略还是比较多元化的，跟其他车企有点不一样。这个新能源呢，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汽车公司有不同的想法。通常来讲，指的是电动汽车、电动化。对，但是呢，这个电动汽车和电动化有不同的电力的来源啊。你比方说的话呢，通过电网是吧？这也是一种来源。那么你自身通过那个燃料电池也是一种来源，就是自身可以发电比方氢燃料电池用氢气来发电。所以吉利呢现在搞的这个电动汽车或者说叫新能源汽车呢，我们是几个技术路线我们都在尝试最简单的就是电池锂离子电池是吧，那么充电这是最简单了像特斯拉一样的，反正放很多电池嘛。但这种到底最终是正确的道路还是不正确的道路，对吧？也不好说，现在不能下这个定论。到今天为止的全球的新能源汽车根本没有定型，技术路线根本没有形成一致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我看您个人好像有多次是很推荐甲醇汽车，而且在贵州那边也投了厂。我看，但这块国内很少有其他企业做。怎么会一定要尝试甲醇汽车呢？所以这就是跟刚才我所说的新能源的来源有关系，是吧？你不管怎么说的话呢，
无论是电的还是油的还是什么其他的啊，这一种能源啊，最终离不开你这个能源是干净的还是污染环境的，这是衡量你这个能源的这个标准。那么甲醇的话呢，我们这个甲醇汽车，我们这个甲醇来源呢是二氧化碳变成甲醇，不是说的话呢把汽油变成甲醇。二氧化碳它是说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吧？它会把地球啊温度提高，就要破坏那个大气层的，是吧？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二氧化碳变成甲醇，所以本身就是减少温室气体，对吧？所以这个来源不一样。这另外的话呢，我们在解决这个二氧化碳变甲醇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又减少了这个雾霾的浓度。比方说这个发电厂或者说炼钢厂，它就排出很多的二氧化碳，同时呢这个二氧化碳当中啊又掺杂着很多的这个杂质啊灰尘，这些杂质灰尘在空气当中啊和这个氮氧化合物啊碳氢化合物啊碳氧化合物构成 PM2.5。 所以你说这个北京啊，它这个啊城市这个啊黄色预警也好，这种看上去每天雾霾也好，它不是说某一种元素某一种这个污染源啊。所以我们在回收这个二氧化碳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灰尘啊也同时回收了啊，这个灰尘就把它变成砖头造房子了，二氧化碳我们变甲醇可以跑了这个汽车，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所以说您有不同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开发的这个线路，那每一条线路您的投入都是等比例的吗？还是说更看重哪一块？它这个里边有不同的路线，但也有共性的技术，我同时储备几条线路的技术，啊，我重点投放啊某一条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始终呢就是这个企业处于一个非常稳健的啊这样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从2006年收购英国出租车制造商猛童，到2009年收购世界第二大自动变速器生产商澳大利亚 DSI， 再到2010年收购沃尔沃，吉利通过不断的并购来加速它的国际化进程。在采访当中，李书福也进一步阐述了吉利全球化的核心思想。吉利也经过多次的那个国际的并购，包括收购了澳大利亚的那个变速器企业，包括沃尔沃等很多企业。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吉利目前的全球化的战略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不能一句话或者几分钟能讲得清楚。就简单来说，整个吉利控股集团它有一个管理架构啊，有基本的治理结构啊。然后呢，我们各个不同企业它相对而言呢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啊，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啊。彼此之间呢就是一种合作啊，共享，尽最大可能的分享最佳实践啊，为各自企业的发展啊提供好的啊经验啊和更正确的啊成长路线。我们这种企业的治理啊和战略安排和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跨国企业和全球性企业有着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啊。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不能说我们这种安排就是正确的啊，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实践在检验我们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所以现在